或许有时你也会觉得平淡乏味的生活好单调，但你还有音乐赋予生活独特的情调。发光实验室，最具现场体验感的音乐电台，由音频内容孵化平台 Radio X 独家出品。好音乐生来就值得被聆听， Never Stop It， 在这里一起发光。Hey, what's up? 这里是杨和苏 KNG。 Songs for you。 We roll up with the windows down, turn it up, let me play that sound. Get drunk in the bar, forget who we are, and worry about nothing, not a thing goes wrong. Cause we roll up with the windows down, turn it up, let me play that sound. Get drunk in the bar, forget who we are, and worry about nothing, not a thing goes wrong. Yeah, how to...嘈杂的化妆间，摆满饮料和西式快餐包装袋的桌面，杨和苏已经坐在镜子前面化妆了。看见我们，杨和苏主动打了招呼。本来以为呢，今天我们可以就着这一场演出《万物复苏》以及他的音乐创作本身啊聊个畅快，没想到呢，好像读书这件事儿却更能引起他的兴趣。在我面前讲着波伏娃第二性的他，让我忍不住在心里暗暗的感叹。毕竟呢，在我们以往的印象当中，不管是杨和苏还是玩嘻哈的人，总是那样一副怼天怼地放荡不羁的样子。很难想象啊，这位等会儿要在台上躁动全场粉丝，豪放地脱下上衣展示着健美身材的他，此刻却提前给我开了一个小型读书分享会。波伏娃写的《第二性》，那小丑女获得这么大的成功以后，我就觉得这女性是很重要的，女性是我，而且我需要去了解她们，更多的去了解她们，我才知道怎么样去跟她们接触，包括在不管是在你自己的跟你自己的女朋友之间，包括你跟你的母亲之间，甚至是包括跟你的可能将来的女儿之间。波伏娃是算是现代女权主义的一个，但是一个奠基者，一个推动者，然后里面讲了很多东西，其实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也是受用的。女性为什么会处于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和环境之中，它的历史原因是什么，它的存在主义原因是什么，就讲了很多。然后我觉得其实我读完这本，我还没读完，快读完了，但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就给了我一个，我更了解我的女朋友了，我也更了解为什么她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开心的一些情绪，有的时候她会承受一些可能我作为一个男生很多时候在我的价值观念里边我不理解的或者我没有了解过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让我更客观的去看待他，然后也更理解他，然后也更懂得怎么去尊重他，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男生应该看的时候。让我们超速在高速公路，让我们报复这世界带着风度，让我愤怒，让我痛苦，做我的小丑女，迷人的公主。你说你妈妈教你做人要活得体面，她说的没错，却剥夺了你所有体验。你像个僵尸般度过了童年，将你囚禁的不是牢壁，更像做宫殿。曾经你说要永远做个乖乖女，但这儿的人似乎从来不在意你的喜怒哀乐，都一笔带过。他们惯着你，却没有真的爱过你。但我喜欢你在腰间的纹身，让生活他们加班的纯真。我希望和你在酒吧里喝酒，一杯接着一杯，直到疲惫的喉咙不能吭声。曾经你天真的以为这世
世界很自由，可以做你真正想做的事，直到你看清了自己的身份，一个小女孩和被设计好的人生。让我们超速在高速公路，让我们报复这世界带着风度，让我愤怒，让我痛苦，做我的小宠女，迷人的公主。享受生活，观察生活，品味生活，感悟生活，最终把自己的观点和感受通过音乐的才华展现出来，这就是杨和苏。生活是这场聊天当中离不开的两个字，丰富多彩的生活，不同领域的探索，最终呢都是为了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这大概就是小丑女这样的作品得以诞生的原因，鼓励女性大胆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为自我而活。做音乐其实最多的最大的来源就是你的生活，每天你要多花一点时间去生活。就很多时候我写不出歌的时候，我就会停下来这件事情，然后去认真的去生活，然后去跟周围的人聊天，然后去感受一下我生活在这个世界。音乐你就得是源于生活的，所以不能只是你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而是要是大家的生活，而是要是很多人都在体会和经历的生活。那其实如果音乐是表现生活，音乐也应该是多样的丰富的。我觉得你做音乐你也不能只是一个音乐人，你得是一个快乐的人，你得是一个完整的人。我们的生活里面不只有正能量，我们生活里面也有负能量，我们生活里面也有如何去克服负能量，或者如何去面对负能量。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真正好的世界，它是好与坏并存的。那我们不能逃避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只看到生活里面的一面，去忽略另外一半的所有的东西。就是我觉得我要去填补这个空，或者我觉得说唱音乐应该是要去填补的，就是这个空。次你从来都不太想理睬，但是我真的在经历个痛苦的时期，好像我的梦想永远都没办法实现，但你的视线总停留在自己，问我为什么不能有更多的时间陪你。我说 baby 我爱你，你是我的唯一，但我不能偏离上帝为我设好的轨迹。 Yo, 为此我付出了太多，每次的跌倒我都一笔带过，拍他们马屁是低三又下四，想的是有一天可以实现我的价值。当我继续做着那些没意义的事，想要抗争但快要没有力气，我只想要你出现在我房间，坐到我旁边和我坐在一起的。为什么你总离我而去，在我需要你的时候只看到你的背影，为什么你就听不进去，我叫着你的名字自却没有任何回忆。哦哦哦哦，谁能让我快乐？哦哦哦哦，谁来让我快乐？你要去做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不论是从你的内容的表达，还是你的传递，还是你的人，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东西。那如果你要做有意义的东西，你就得要有影响力。有影响力你就需要有话语权，那有话语权你就得有名气，所以你就得出名，所以你得让大家看到你，这样你的歌才会有人听。虽然说现在我也没有多大的名气，但如果我是一个普通人，我写一首小丑女，我写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也不会被人听到，也不会有人觉得哎，这首歌给了我一个新的一个视觉，开拓了我的视野，或者是给了我更多的一些去做自己的一些勇气。但现在就凭借现在有的这样的名气或者这一点点东西，就能够去传播给100个、1000个、10000个、100000个、100000个人，对吧？就是，这是为什么参加比赛。
Yo, 他们总在问我不同的问题，却从来都没有一句问候。好像有很多人都在我身边，却没有一个人在我身后。够了够了，我真是受够了，要怪的话就怪我也真是蠢透了。一群连自己都没办法拯救的人，又怎么能够帮我分担或是承受。我给自己点上烟，对着镜子说希望将近了，现在终于你能相信了，不用再对着我僵硬的笑。你内心的声音我全都听得到、哦、放下手机喝上一口香槟，其实一个人待着不也挺好，但我希望这首歌能被你听到，在明早你就不会再感到伤心。杨和苏把音乐当成现阶段的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在未来他还有很多想要尝试的东西，他的想法或许会让你大吃一惊，但是呢又都在情理之中。Yay. You know what it is, right? 表彰式的 KNG。 我想在我老的时候，我设想的生活就是翻译很多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些书。我就举几个例子，罗素、卢梭、孟德斯鸠，就是启蒙运动或者说民主主义这一帮人，包括甚至之前的，其实很多人他们是非常有才华，非常有风格，非常有趣，非常风趣的人。大年纪大一点了以后，我这个是我一个想要做的事情，是翻译很多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些书，然后把他们的那种风趣风格还有他们那种灵魂翻译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平静的一个老年生活。我还想在我30岁以前打一场健身比赛，就很专业的很认真的打一场比赛。很少能够看见全场几乎是男粉丝的场合，冲着杨和苏激动的尖叫。当看到演出结束后迟迟不愿意离开的粉丝们，眼巴巴地盼着自己能够再见偶像一面，杨和苏今天和我们说的那几句话又浮现在了耳畔。这个就希望疫情赶快结束，疫情结束了哪个地方可以演了我就想去那个地方演。对，
所以现在是哪里可以演就去哪里演吗？因为疫情的原因，因为哪里演我都有信心能够把票卖光。不总是配合你们笑，不总在配合说你造，所以不一直转着等着，以为一直不停着，而且看着新人都在挖，挖不多礼貌的不鸟，我不要 keep doing the thing， 多的脚跟你把输赢判定，我可以陪你陪你陪你，用你的悲剧来 train 你 train 你 more， tell me what do you think。不就是拿我的二十，但我的战役不被失败，再把铁路第二次二十，这里次不要边堵重阳，冲向工厂，属于我的国度，叫我华盛顿也怕的国父。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了，旧的世界也该落幕了。Shoulder 命定待命，该也怕的 Shoulder 们都坐不住了。Bow b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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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the new king，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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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w。等待着是不是终于也该了我该了我 The new king The new king， 看冠军的奖杯也轮到我上位了，现在从该了我该了我不受够了，不是我的人怕他不投降，也不懂事太过低调，我受够了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说我从来没有去太多计较，对从爸爸在你们眼里的谦虚，眼比你点里的千金，全力的气小辈看着地小辈脑子地小给提分的有真正的硬核来把你找对了，像艾弗森活人，没错我就是答案，不不看大傻逼破门而出，把你的篮筐给砸烂， I'ma make it ring ring ring， 让所有的人看到这个夏天， All I do is wait wait wait， 新的国王即将被加冕。 B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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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the new king，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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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the new king， B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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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the new king。等待着是不是终于也该了我该了我 The new king The new king， 看冠军的奖杯也轮到我上位了，现在从该了我该了我 The new king The new king， 虽然我不信也不觉得问到怎么会猜了我猜了我 The new king The new king， 但冠军的奖杯也轮到我上位了，现在从该了我该了我万物复苏，向阳奔跑，杨和苏未来的音乐之路值得期待。